Thank you.
须分享多多，把视频保留起来啊，下次有时间就可以马上做哈。Thank you.
Hey!
香水，搭配夜的美，让我从不下心动的氛围。长长的腿，彼此的腰围，此刻的我只想亲吻你的嘴。你爱我，你爱我，你是我的宝贝，想你的滋味，隐隐作祟。My baby， 我们干一杯，这是你最爱的黑咖啡。干杯！右边是哪一位？问我要不要再一瓶黑糖？哪个关键？
Yeah.
是多少，我们应该做什么，这一生才不会浪费掉，我们到底重不重要，我们是不是很渺小，珍藏心中的那一套，人家会不会觉得笑。
做排毒，体内肠里面的排毒，这个排毒饮呢是老师呢见过最好的，所以我才成为他的代言人。因为呢味道好，温和，可以很温和的排泄里面的毒素，不需要讲说腹部绞痛啊，很不方便的饮用要泡啊，味道很难喝，这些问题通通都不存在。因为呢他是一个益生菌来的哈，他是一个益生菌来的。益生菌的意思就是讲他这整包里面他是用99种的水果加蔬菜，加蔬菜呢把它提炼而成，用高科技提炼而成，放在一个包包里面。所以呢怎样的简单呢，就是它不像外面一般上有些呢他们的排毒饮呢他们会掺插一些啊，就是怎样讲，就是那个泻药，好，泻药让你们呢喝了过后会肚子非常非常绞痛，然后你们就去上厕所就觉得啊，我有去上厕所很有效。其实呢太过刺激性的一些成分的话呢，老师也不大鼓励大家一直在喝。但是这个呢它是一个酵素，它是一个益生菌，不管男女老少，它不是药物，它只是一个水果饮料来的，一个排毒饮料。每天打开一包，简单饮用，好像 orange juice 的味道这样而已，你就可以达到一个健康的一个排毒功课。 OK， 非常好。如果你有兴趣的话，其实你可以找我了解更多，因为我只是希望这个只是一个分享哈。你们如果本身都有在做这个排毒或者喝这些排毒的话，就 OK 就 OK。 如果你们想试一下老师 代言的这个排毒饮的话，你们来咨询我啦。因为呢我只是想让你们在运动跟排毒和排毒饮的配合之下呢，可以达到一个健康的效果。最重要呢，喝这个排毒饮它不是减肥药，但是它可以达到减肥的效果，这个是每个人都非常非常喜好，也很多证明了这个东西。大家喝的话跟我说、哦、我说我瘦了，但我讲，但是你们千万不要觉得讲我要瘦身我才来喝这个排毒饮啊，排毒饮是要排出体内肠里面的毒素，而不是讲我要减肥我才喝。当然当你的体内的毒素排出来过后呢，你的体重自然而然会减轻，而达到呢皮肤也变漂亮、哦、皮肤也变漂亮，而且呢吃三餐吃什么垃圾食物你都不用担心、哦、因为所有的毒素呢就都可以靠你一天一包排毒饮呢而把它排出来。那么呢你又可以继续去享受你的美食，享受你的生活，享受你的人生。我莉莉猪，我的平台，我的节奏，你会见瘦，拜拜。我刚才从雪柜拿出来，因为我喜欢喝冷的东西，所以我觉得在雪柜拿出来的时候呢，它的口感呢是更加的好喝哦。我不必 shake， 我不必放杯子，我就是喝了一包丢搞定。我去旅行的话呢，三天一直吃一直吃，到晚上我只要回到hotel喝一包，我就感觉到很安心啊，因为我所吃的东西我都有办法把它的毒素排出来哦。OK 了，拜拜啦，拜拜。明天早上见。